会不会打七十？哎，你们直接推掉就好。那边呢？黄铜后面，黄铜后面。我打八十哦。大师哎，点控，出错啥？出什么？出错有点痛啊？是错吗？对啊，错。高级勾老师不成功咋办？老话一句，哎，蓝标，常来我就叫你。没看到人，有人在下面，在下面，这里。哦，一个170。地平线180，飞起来。170，倒了。哎、欸，我被狙倒了，可以救我。对啊，我被啊，对，打破了。好，五秒救，哇！他最后倒在那个房子后，我不要点那块天际线。他拉了吗？有机会。他倒在那附近。我断。拉起来了。你的基线在左边。对，左大可以跟我推吗？好，我拿个大补跟你。他快来搏，一个打60，来了，他们飞起来哦，他们飞起来，乌托，我们今天不要打77了，打快板，我拿大电，二零冒险，二零倒了，天线剩50，天线我打不到，我不要队友射烂你，天线啊，一直二。我、操！我这里卡住了，有一个网子，天线跳下去了，地线在那边。OK， 我往房子里面爬，我可以拉的。领主，我先拉点。我们领主车可以进房，可以进房，房子安全的。我回来。你先离开这个窗口。看到蛋蛋，我帮你架，你再往后爬点。我要养一下。要不要打30哦？看你要不打电是怎样啊？你低能是不是啊？哎呦，不打电就是低能啊！是，他他妈的，要不要打40血？为什么还是直接把他的大枪看着我？为什么？他拉上去我头上。啊，你有 Q 吗？我没 Q， 等我七秒。我有啊。把他拉走了，没有啊，他躲在这啊。好，克莱伯，你拿了吗？在我身上啊，你要啊，一发，你要去玩。你玩。我不玩，你剩一发。一发就没人想玩哦。好了，我来了。一发就嫌弃耶。啊！慢点讲，先是一条好汉。走右边嘛，我们拉最右神上去了没有？我捡个星星。